对面这个剑圣这个皮肤就怪的离谱。今天征服者加强了，试一下，蓝头削弱了。主要打剑圣的话，带个蓝头，前期的话不好打他，得看他脸色。直接一手征服者，就把他按在地上摩擦了。敌军还有三十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丢个保护眼就行了。还得掉，多送到荧光棒就回来了。你们还记得前两天有一把就是因为那个什么吗？就是因为少了一个征服者，结果没打过，太搞了。对面水斧子分女，小心他的 Q。 恢复的挺好的，大家关心的问题我都写在公屏上了，可以看一下屏幕正上方啊。看我这把对面三分钟就打投降啊。我哪没血了，我血了。我没血吗？好吧。我好像没挂上去，我的。我记得我之前挂了呀，怎么会没有呢？谁给我撤了呀？啊？有人给我撤掉了吗？我娃一般都不带那个闪，他死了，直接开疾跑干他。哎呦，这不我忘了他有这个东西在，差点出问题了。直接出圈的话就无法选取了，我刚才想开个E加点攻击力的。哎，要蓝，没事，有线在这不。他的 ECD 蛮久的。他也不在，这波运气站在我这边，而且他还少吃了一波线。看似这波好像他在抓我，其实是我在抓他。这男生挺稳的，这个线都不推，我都没血的。哎呀，这上路也真的是不跟他说一下，我没血的。这上单跟他说一下我没血，然后在南向推这波线，我一脚给他踹死。这一看这中上就不是双排的。哎呦，伤害有点高啊。征服者轮马的话就直接出这个了。
有点摊子不？我去看看这个 F6 有没有被我逮到，他死了。信号都给你打烂了，你看你不听。哎呀，这中路死慢点就好了。他这样要到六了，待会儿。前面我刚才已经给他打信号了，一个没闪没到六级的卡拉丁，太好抓了，主要是压线了。有点稳了，这个人感觉他要进我野区了，这样还是我不吃你兵，我进野区打不过他，主要是还没进啊，挺稳的。哇，这么果断，我跟不上了，没技能了。1800，这算大好了，闪也要好了。哦，我这么帮他推线，我可能会死。但是我选择帮助队友啊。要掉东西了，这样。战友情，这个先锋不能主动打，被他逮到死了。让他打，他被我逮到他也死。来啊，这个线又没往那边推，我这不少个大，有大一样杀他，只要先手就行了。全技能的情况下，这会儿谁先手谁赢的。
哦，他细节空翼还烂人头啊，他再烂个炮车吧，炮车不烂可以。这男生其实挺会的，我看他。得杀快点，不然这把要输了。我没大没成，先锋不打直接推塔吧，有这个三项在的。这剑圣上半区没野吃，他又不打先锋，他干嘛呢？我有点没看懂。他来了，他这不是在浪费石干吗？啊！他该不会在哪个地方等我吧？这个人，卡丁直接二，他把他E骗了，他死了。人呢？这剑圣你不对劲啊，小伙子。上路也不在，中路也不在，先锋也不打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我以为他躲在哪个角落旮旯里面偷袭我呢？这个人他到底在干嘛呢？他刚才又在上半区 A 过视野的高手，看不懂。他在下出现了，果然是高手啊。上路被单杀了，他也杀了，这波直接先锋 gank 男枪。来波深入敌后，也是他死了。我方骑兵从身后包抄，好吧，你怎么你也死了？别吃他二段 Q 就好了。他还是在塔下被秒的。恢复的挺好的。你的生命是个负担，全是吃攻速的，还有回复，那就不用想了啊。感觉这把可能会拖到后期，补个水滴吧。我看这把队友非常信任我们的实力水平啊。这首歌怎么？这把估计要拖后期，拖后期的话补个水滴可以兜个底。这是一件理财装备啊。这男生这不是在犯罪吗？啊，这二先不学，我二用过了，我现在不虚他的。让他三个技能都无所谓啊。这铁板还一做就不一样了，打男像这种英雄。那把 W 开了，开不开？呀，这么多还不 A 给我烂人头，这把队友都这么有礼貌吗？
古有恐龙烂泥，今有队友烂头啊。不行，这把我必须 carry 他们。打不过，打不过，他们人多，兄弟，有没惩戒？有惩戒走吧。他开个大，几把换个大钻的，追不上我。这卡拉丁。跟人马带个猫都挺强的，但是这把卡拉丁好像不是很会。这猫跟我吧，上来上来，跟我吧，我养你。这跟那个卡拉丁没前途的，我这个是宝马，知道吧？这卡拉丁都爆了，还是我搬起来的，搬了他掐了两个头。这怎么还有赏金可以吃啊？哎，按 Z 怎么走？我改了。懂了，懂了，懂了。拍一下屁股，他就懂了。飙一下他就明白了。你跟啥卡萨丁呢？跟我呀，上来。先踹这个孙女，踹不到这孙女，我们拉龙吧。抢啊！你虚了，我们也有虚了，还以颜色。跟着我看到没有，全是助攻，买本书。蓝给你，快点。上来，同步一下。我不缺蓝的，他很缺蓝，他百分比掉蓝的。他只要有蓝在，我就有血，知道吧？格局就打开了。我们有山上水滴就还好了。猫很缺蓝的。你看跟着我，有助攻拿，有蓝吃。做大哥的辅助就是不一样啊。啥都有啊。你叫啊！跟他说一下，让他回去把书给他买了。
等他把 Q 交了。十，直接回家，回来买书了，快点把书买了。驰骋沙场，奔驰电车，好吧。感谢这个过完这个冬天就减肥送的八连击办卡，谢谢啊。他怎么不买书的？我跟他说了，这个人。这把三路全崩，一己之力直接杀了回来。这把还好没买蓝头，这种不会玩的队友你买蓝头搬了也没用，买征服者自己打架能力强了一点，自己才能硬 C。 这把不带蓝头是对的，这把如果带蓝头的话还不好说啊。这电声在打字了，他 battle 队友。这剑圣其实玩的还可以的，各种思路躲技能意识都有的，前面看他发育挺好的，他这开局好像几杠几来着的，四杠零吧，四杠零打到五杠五。暗影冲击，不是说拖后期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对面杀爆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把三路劣势，这打野 还可以把对面这个23分钟这打得挂机了，只能说这打野太强了，给他点个赞刷不溜啊。伤害是最高的啊。